因為他們這個劣質文化由這個旺角西洋菜街跟住之後移師來到天星碼頭，將原本天星碼頭是真真正正的音樂人和表演者，透過他們的劣質的這種衣裝屋的表演來到將他們 去驅趕。那我們覺得這些劣質這些文化，麻煩他們真的回回去他們自己出生的地方到去玩這些音樂啦。我相信我們香港人是沒有人是會欣賞他們的音樂，他們一方面在這裡說自己是歌手，又說在這裡做表演，但一方面在這裡收錢，那我們覺得他們非常可恥，他們這種行為。所以我們香港人今天是要出來驅趕大媽，是人人有責，驅趕大媽，人人有責，驅趕大媽，人人有責，驅趕大媽，人人有責。